是我朋友自己做的，是波兰人做的吗？波兰人做的，波兰人做的水饺是吧？是我们传统的饺子，波兰传统饺，波兰传统饺子，对呀、啊，波兰怎么会有饺子呢？怎么不可以做吧？可以做，可以做，但是都一样，也有面小麦 ，OK， 因为都是中国的，你说的很对。你说波兰人还是生大蒜是吗？对，我说的，我在中国的时候是生的大蒜。哇！有一个中国人看我，外国人是大蒜。我说我一般不吃。我从小孩子在家里冬天的时候，妈妈给我吃生的大蒜。是，波兰人爱吃大蒜吗？对，就是我们的厨房用的，哦，经常用的。波兰跟东北很像啊，因为你看地图，就我们是差不多一个纬度，就我们是冬天的时候没有新鲜的水果，就我们说蒜的，我们也需要多一点肥，是不是？因为冬天的时候，高度的酒，Vodka。对，而且我们没有海鲜多，因为是太冷。但是不是有很多 king crab 吗？什么东西 ？King crab？ 没有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波罗的海没有的。对，是啊。我们一般吃这个要蘸那个蒜酱。对，有蒜，然后加了加酱油。对，但是我们醋，有时候和小米辣。波兰老板说，波兰人是不吃辣椒的。不吃辣椒的，你看我都跑掉了。但是今天我看我们是中国人，就给我们加了一些。钟顺，我觉得你做吃播超牛，你看你是长样，哎呀，是吧？我做吃播播种可惜了，我跟你说。可惜。披萨出来了，波兰披萨，波兰师傅亲自做的啊。披萨放进，我把镜头挪用，要镜头也一换人。哎呀，我们互相都拍呀、啊，我拍老板，和老板拍我。这位老板也是波兰人，中国通，但是他的中文比我讲的好哎。你们谁来到柬埔寨的话，一定要找我啊！我把这个波兰老板介绍给你们。大家好、哦，欢迎你们到柬埔寨过来吃披萨。波兰香肠，波兰香肠在这里，不是在这里。你是大香肠。你在中国11年了？对啊，11年。Same to me. I stay here 12 years. You stay China 11 years. 晚上跟朋友一起吃饭、喝酒、烧烤、按摩、洗脚。哎，波兰酒在这里买不了。从波兰，我没办法进口。波兰酒都是波兰特产酒。还有中文字，因为是在中国进口的，从中国进口，生产波兰。Made in Poland。对，我在柬埔寨卖不了。Gin Lubusk。是因为波兰公司不给你代理权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不是咯，运费太贵，没有办法运费啊。哦。太远了，进口酒也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是。但是这里没问题，从中国没问题。Yes， 这样说的。阿拉桑 ，Of course。阿拉桑，你也喝吗？我喝。我尝一点。我很怕，我喝完这个，我怕回不了家啊。我靠，我这不是酒驾，不会酒驾吧？波兰生产。96度的。96度。96度的。是米制水。酒精，但是能喝，不是直接喝。我们是配什么？调酒。药酒还是？调鸡尾酒的时候用的。对。说实话，有点怕。40度还好啊。哎呀，一口粥，这40度吗？40度，很好喝啊。粥了吗？那个松鼠酒，它这个，松鼠酒，哎，这很好喝，对，好入口是吧？一点都没有那种松鼠辣味，36度的感觉。哦，松树的。对，然后呢，你看这里是中文字幕，中文字，对，就是波兰生产。清香的味道，有点像清酒的味道。我已经干了，来，我给你干一个。这酒好喝，好喝吧？香香的，清甜的味道。再来一杯。No. I will go home. I don't want to sleep here. 比如说管教会他们过来，他们也需要一个人帮助他们。Hello， 我在中国的时候，我做进出口服务。比如说大老板从欧洲要买订货，在中国我去工厂看质量好不好，付款条件，谈这个事情，然后运货之类的。
他是我们中国的好朋友。哦，付款条件都有。这是我两个就住这里，你们是邻居在这里吧？对对对对，就住这里，他俩就住对面那里。哦，很近很近。邻居的。邻居的。对对对。你要喝什么酒？熬过头，熬过头，熬过头，有白酒，52度的，没有二锅头，这没办法，就给酒精给你，酒精给，就是6度的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来来来来来，可以。这是酸白菜，我朋友自己做的啊，你波兰朋友，就是波兰朋友自己做的，在这里，在这边的。刚才那个水饺嘛。不是这个的，那个也水饺里面我们用这个，它也是一个。生活总是这样，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我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。我被一个波兰人问的没法说了。假东北人是吧？对。他说：“你是东北人吗？”我没话说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刚才说的40度酒，你说的是太高了，太高了。我以为你不是东北人。Chciałem was bardzo pozdrowić. Jestem bardzo zadowolony, że przyjechaliście. Bardzo was wszystkich było miło poznać i cieszę się i mam nadzieję, że się spotkamy jeszcze w przyszłości.